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语言风格。最近浙江宁波余姚一派出所收到了一个快递，里边是方便面、火腿肠和一面锦旗，锦旗上八个大字：大雪封山，救我狗命。别误会啊，送锦旗的不是狗，也不是骂人哈。12月8号，两名女大学生在宁波汇合，租车前往四明山红山林自驾，晚上呢因为下大雪，天黑路滑，被困深山。报警后，当地的派出所的四名民警冒雪上山，就找到了被困的女大学生。几天后呢，民警收到了来自江苏的锦旗，啊，我想这比起公式化的感谢，这八个字更生动活泼，让人也心生欢喜哈。这个女生是够谦虚的哈。